谁那哈谁的姐？那个，你现在还在你原单位干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我估计明天看不见的有可能是俩人，除了你，可能是就是你的领导了。完了，主要是我觉得我们这劲儿我太稀罕了，我也成坏了，真的。我没事，我都幻想了，如果我以后我结婚，老公要是跟我结婚以后，老公要是气我的话，我也不吱声，反正我也打不过。等他上班去的时候，我就拿他牙刷刷马桶，完了再放。小伙儿，你考虑我一下，咱俩可以结婚啊。石榴姐，待定待定。啊，待定！他要跟你结婚，你的牙刷就每天干那个了。石榴姐，你这招二号啊！石榴姐，你这招一点都不聪明。你说他拿那个刷完马桶的牙刷刷完牙，然后再亲你，你说可咋整？我有个好招啊，就是晚上睡觉嘛，你不惹我生气了吗？啪啪俩大嘴巴子，然后你惊醒之后就说咋的了，宝宝，做梦了？别害怕啊，媳妇在这呢。不是，你们是找对象呢？我这怎么都一个一个走这么多损招呢？啊，我四号小甜甜，小伙儿，你咋这么坏呢？你这坏是为啥呀？啥原因呢？你得给我们解释解释。像那个我们领导啊，那个人就是咋说呢？就是特别愿意刁难我的同事，就是我们同事在一起，这东西。是他鬼，本来是他干的活，他可能支持这个支持那个，然而他们不敢反驳的时候，这个机会又轮落到给我了。但是这个恶人，但是我就是不是说喜欢当恶人，但是我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啊、这东西我可以去直接去给领导做了啊、等会儿我给你解释、我翻译一下，就是你们领导喜欢把这个活支持给他就都应该领导做的支持给别人，对，然后别人不做他就得支持给你了，是那意思吗？对对对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不是，然后我不满意，因为大家都不满意，大家都不满意的情况，我就是为民除害嘛。小伙儿，你就为民除害啊？我感觉，那你这不是坏呀，你是傻呀？你人家不敢你去，你自己去换你自己领导去，你还有好日子过吗？在我坏的前提之下，我也有拉那个垫背的。就像那个网台那个擦鞋机里，他黑色鞋嘛，换红色鞋油。当天上班有穿红色鞋的，我就是赶紧出去买点鞋油放那个擦鞋机里。等到他来的时候，因为每天都是那个擦黑色的嘛，他就往里一那个就是说擦鞋的时候全擦红色的。完了他回去就得这么问了啊，谁穿红色鞋了？这东西肯定不是我呀，我不穿红色鞋呀，那找擦红色鞋的人呗。啊，燕姐。此处能插广告了，我估计明天卖监控的指定得上你们单位推销去。从此以后单位标语：防火、防盗、防坏人。你这根本就不是拉垫背的，你这纯粹是栽赃。栽赃陷阱。来，四号小甜甜，爸爸，你看我这样式的算胖算瘦？瘦。那我可以吃胖啊。现在范围缩得太小了，就剩佳美了，就我俩是占的期数最多的了。我眼看着他都要走了，我着急，要不我吃胖点行不行？我现在吃。吃软胖了。现在瘦一点的都着急要变成胖子，这胖子是优点了是吗？胖一点。哎，对呀，小伙刚才说了，胖的那么多优点，瘦的那么多缺点，那你这不明显演我们一到八号这边？你看我们这边的身材是不是？你再看看九到十六号，就特别后半截那一片是不是？就从十三号往后数。你说小甜甜这小心眼啊，你这七七都拿胖说事，还不让我们有个春天了。其实我小伙在短片里说的我都挺同意的，但有一点特别不同意，就是他说那个胖子拽了以后就擦破破皮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们胖子如果拽了的话会弹起来。胖子好处是挺多的，但是从美观来讲，我感觉我挺喜欢像我女神这款，人家咋的瘦，人家有劲儿，完了人家人也不耽误吃，身体还好。其实咋说呢，你胖人有胖人的好处，瘦人有瘦人好，但是你短片说了啊，瘦就用病字框，但说这就是一个活力的，你这么说我都听我女神不开心。瘦的还挺结实的，而且也没有病，你喜不喜欢？不
不喜欢。小伙儿，你看我就不同意你这个观点。我们瘦怎么了？我们瘦，首先第一点，他穿衣服好看，而且第二点，我们不是说我们瘦就有病是吧？那哪你领出去看媳妇儿身材那么好，瘦瘦条条的，你领出去也好看呢。你哪儿瘦啊？哪儿胖啊？该瘦的地方瘦，该胖的地方胖啊。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瞅瞅我们胖子哪儿不好了？我没说你们胖子哪儿不好，那我们瘦子有哪儿不好了？我告诉你哪儿不好啊，同样买一件衣服，500块钱，你合适吗？这点量，你看看我们，对 ，CCL 和 S 是一样的价钱。谁娶媳妇不娶富态的？谁找女朋友不找肉多的？老子有感觉。俗话说得好，女人的膘有多厚，以后找的老公的钱就会有多厚。啊！说太厉害了。有点偏离重心了，一直在讨论身材，这是不是一小伙找对象呢？姑娘们现在就觉得不考虑小伙找对象了，就觉得自己胖瘦的问题了 来，